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在课程当中常常跟大家提到《论语》的一句话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那这句话呢，我们非常熟悉。那它有没有变成我们时时看待事情啊，思考事情的一个准绳？那我们不这么去思考看待事啊，那我们可能就会变得舍本逐末，本末倒置。所以这个务本呢，很重要。我们用一个比较具象的这个比喻。在《礼记·学记》当中啊，特别讲到教学者要罕辟而喻，罕就是少啊，很少的比喻啊，就能小喻啊，就是就能让人家明白那个意境。这个是教学者要培养的能力啊，辩才啊，多譬喻，多讲故事啊。那比方说，我们今天浇一棵树啊，我们是浇在根部，还是浇在叶子上面啊？这个根部是根本，叶子是枝末了。这个比较具象大家生活当中都能见到的树木。你看我们《无量寿经》当中也都有举到树如泥居树，复印大故。那泥居树长得很高很宽可以让很多人乘凉。那这个就是辟应当代跟后世你看我们一想到《无量寿经》这些教诲我们一跟老人家的行仪结合好像这些句子就很具象了你看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老汉志向非常广大，胸怀天下胸怀众生那老人家的一代十教也在辟应当代跟后世的众生所以我们当老师的假如在讲这些义理的时候都会让学生直接联想到老师那这个老师就很成功了，他身教在前言教在后陈德也常常说很幸运能做老和尚的学生对这些大乘教理包含四书五经这些理，我们一想到老和尚就很容易体会了那老和尚做到了我们也应该效法他我们自己教的学生他们读到这些义理这个老师的影像都浮现出来了
哦，这个也是夫子啊从事教育的态度啊，他是啊闻善必躬亲行之啊，闻到好的教诲善言了，躬亲就是亲自去做，然后导之啊，他有身教了，然后再把这个义理啊交给学生哦，不然他当老师讲了，哦，然后学生一听说，哎，老师没有做到，啊，有可能会影响学生的信心的，哦，所以我们教学者啊，哎，要不忘，哎，孔子的榜样，哦，包含《论语》的教诲。啊，《论语》里面提到了，啊，君子耻其言呢，而过其行。啊，我们也常存了君子的存心。啊，因为不存君子的存心呢，可能心就不在道中了。啊，哎，君子，啊，羞耻的是啊，言过其实。《论语》当中也说了，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啊，自己要教的要讲的先去落实，然后再来讲，哦，我自己包含一些讲学的同仁，哦，也是互相劝勉了，啊，我们教学的人呢，啊，自我要求要高，哎，首先呢，教学的人呢，赢得学生大众啊的这个尊重、仰慕，所以自我要求要更高。假如我们哎讲得很好，可是我们做呢，跟讲的差距太大。这个会给学生或者听的人呢，啊，那个落差太大的时候，哎，会接受不了。哦，哎，享有的信任、赞誉高啊，当然自我要求就要高了。哦，所以在一个单位里面的教学者啊，一定要严于律己啊。这样人家对讲学的人才能够服气。哦，所以大众呢比较不服气的，哦，往往呢，哦，哎，讲得很好，哎，结果做的落差太大了，哦，哎，这个会让大众啊，很难接受。哦，所以我们从事教学也不忘《论语》当中啊，啊，给我们的这些叮咛。哦，那要悟本，啊，陈德是印象很深啊。刚好我们在编《群书360》第一册的时候啊，啊，第四个单元。这第一个单元呢是君道，第二个单元是陈述啊，因为群书治要当中五伦关系最多的就是谈君臣的啊，因为是治国嘛，治理团体，其实跟我们没有分开哦，啊，我们在家庭里面呢，啊，也是君臣啊，所以家人卦里面说了，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位也。家庭也是啊，众人啊，三人以上就称众了。哦，哎，也是有领导者哦，
父母就是领导者了，所以我们在家庭当中，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延伸到学校，我们的班级，那老师也是领导者啊，带领一个班，那校长，学校干部啊，那带领的，就是整个学校。包含在道场当中，也都是君臣关系为多。那家和万事兴啊，为什么团体要修六和敬啊？和了，事情这个六。和敬，印光祖师也说啊，上敬下和。我们对领导者有没有恭敬？还是一直盯着他的过失？甚至于还带领底下的人跟领导者有点对立的情绪啊？那这样当下属就不妥当了，要尽失尽忠，退失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我们有没有在做到我们为人臣的本分？其实现在感觉到啊，团体不能和和啊，都是互相见过，互相见过，六祖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那这一句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若见他人过，就不是修道人了，就是不在道中了。那我们不在道中，又看到他人的过，那就是互相各相责，天翻地覆。所以一个团体里面彼此见过啊，这个彼此的情绪的抵触啊，就会慢慢加高起来了。只要有一个人醒了，他用真心了，人之初性本善啊，尤其比方说我们又是弘法的单位啊，大家都有熏习这些义理的基础没有人在道中谈了，有可能大家都是情绪一直在高涨了，可是真有一个很理智的用真心的人，很可能就会唤醒其他人的理智了。我们看这个舜王给我们的表演，你看他的母亲他的后母父亲要置他于死地，可是你看他还是没有意气用事，他还是反省自己，我还有哪里做得不好人伦关系啊，这样算是很严重的了。他反省自己啊，就真诚，就能转他的家。你看当时候尧帝都被他感动了，把天下都让给他，所以没有吃亏哦。我们一反省是往内啊，佛法是内学，开发自性的德行
智慧、福报。所以舜王他的福报恢复得很快。所以这个六合敬啊，包含应祖说的上敬下合，对上啊要恭敬，也有同修有问到了，就好像我们团队啊，对外办课程，大家听了好像都很欢喜，可是我们内部啊不是很和谐，那这样算不算国王的新衣呀？大家听过国王的新衣啊？其实是没穿衣服是吧？那首先呢，我们有没有是刻意要为了名利然后作假给别人看？假如我们没有说为了名利啊，那这个不能说好像虚伪像国王的新衣这个样子了。大家还是希望大众受益的，虽然自己内部啊还不够和谐，那但我们绝对不能拿着圣教去赚大钱，那是批判如来啊，把如来家业拿去赚钱去了。孔子也是强调，要安贫乐道。你不能这个拿着圣教搞名搞利去了，给社会反感了。但我们在弘法的过程内部还有不足啊，很正常。第一个，我们也不是成年才学的，所以我们也要重视，也不能一直在对外办课程了，要重视自己的修身。就我们刚刚一开始讲了，要务本啊，君子务本啊，你要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你不能80%都拿去办课程，90%都办课程，结果自己修身齐家忽略了，这个走不长久的。我们办课程过程也在修自己，也在锻炼团队，也在修行，但是最起码一半呢，要放在修身齐家，这个团体就是一个大家庭的提升上面，团队弘护人才的栽培上面，你有人才才能做成事情啊，不能忽略了人才的培养。而且我们是要立众啊，挑战会很大啊，因为啊你要利益对方啊，他有冤亲债主啊，他的家有业力啊，整个社会也有业力啊。你看我们现在当老师的人，你一心为孩子好啊，首先孩子拿手机是不是业力啊？整个社会的业力啊你也要面对哦。再来我们自己也在学习啊，我们也有业力啊。所以现在弘法立身不简单啊。我们弘法的团体啊挑战也会不小啊。所以我们更要加强我们的愿力啊，加强我们戒定的功夫啊，遇到困难啊要更百折不挠，越挫越勇
啊，就像李炳南老师说的，困难越大，功德越大。欢迎困难，欢迎困难。啊，这个都是给我们很好的心理建设啊。好，而且呀，困难越大，代表老天爷瞧得起自己呀。啊，大家觉得我这句话有没有道理？这个是孟子讲的哦，不是我讲的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啊，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啊，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那为什么要有这些考验呢？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有这些考验，才能把他的潜力磨出来啊，才能把他忍辱的功夫练出来啊。你忍不住了，脾气一发，前功尽弃，火烧功德林啊。哦，所以得要练啊，练到不要动气啊。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哦，而且啊，我们在菩提道上哦，请问大家，考试有没有越考越简单的啊？今天假如你去参加考试啊，啊，他发下来的考卷是小学的考卷呢，你下一个念头是什么？瞧不起我啊？是吗？怎么考这个小儿科的东西给我呢？考试一定是越考越难的啊，才显得出我们有在提升嘛，啊，才有相应的考试。好，哦，那刚刚呢，跟大家谈到这个物本，哦，那我自己呢，在接触这个群书360，啊，刚刚跟大家讲到的君道陈述，啊，其实在君臣关系跟五伦关系当中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就是别人对不对不是最重要的，首先我自己要做对。假如我们没有这个心境呢，就会互相见过，各自责啊，各相责，天翻地覆了，这个家庭这个团体无解，只会越来越恶化。哎，各自责，天清地宁。你看古人留的这个话啊，就让我们感觉到啊，一个念头所形成的家庭状况或者团体状况天壤之别。一个是向外指责要求，一个是向内反省，天壤之别的结果。所以念头太重要了。哦，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若真修道人啊，不见世间过啊。哦，而且我们去观察看看，哦，在五伦关系当中，其中有一个人一直都觉得是自己错啊，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感动对方。所以现在还没感动啊，是我们还不够真心啊，不是外面境界的问题啊。啊，天下无不可化之人啊，但恐诚心未至啊。我们对老祖宗留下来这些话啊，不要怀疑。我们一怀疑啊，我们就有侥幸的心态，
这个古人都给我们表演。你看舜王他的弟弟也很傲慢，甚至也是要陷害他，最后也是被他感动了。所以这个在君臣关系当中啊，我们一定要先要求自己，这个才符合真心。老和尚说的学佛没有别的，就是用真心。我们处的境界是依报，随着正报转啊，正报是自己的心啊，不关别人的事啊。我们一着在外面别人错了，我们就妄心做主了，这个境界就越来越不好了。我们现在这个境是自己的心现事变哦，就跟做梦一样哦。大家有没有做完梦去骂人啊？你在梦里面骂我哦，气死我了。那个梦是自己做出来的，不干别人的事啊。我们往往在课程当中都给大家讲这种彻法原理的道理，可是我们自己遇到境界的时候都着在相上，见人过了，跟人跟事对立起来了，自己对立还不打紧啊，跟自己缘比较好的也被你牵着去对立了，这个对组织的伤害非常大，这个造的业也会大。慎重慎重啊，我们现在在讲因果啊。我曾经在学校里面啊经历过，这个校长跟一个老师啊，有意见向的相左。其实那一个老师很正直，但是他的态度不够柔软。大家注意哦，我们在五伦关系相处的时候啊，要包容别人的不足，要肯定他的可贵之处，这才练出我们处事的厚道。不能看不到对方啊，比方说这一个同事，他是为学生为学校着想，可是他只是比较激动，态度比较刚强一点。这个时候你要看到他为学生为学校的心，你又包容他的不足，真能这样啊，这一个老师就会被你折服了。而他本来就是一心为公的人，你就得一大将啊。可是假如我们没有看到他可贵的地方，又盯他，哎，这个态度对我不尊重啊，搞得变成学校两派人，一派支持校长，一派支持这个老师，结果我两派都不在。我两派一有机会，我就提醒啊，不要意气用事啊。我们刚刚说六合敬啊，随时任何时刻啊，要为整个团体着想啊，要有大局观啊，这样才能和啊。对上要恭敬，对下也要和气待人。处上位不能有官气啊，就不能凝聚人心了。其实对下也应该尊重每一个人。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我们处在上位，都能体恤每个老师、每个工作人员的不容易，可贵在哪里？你看一个团体里怎么和，彼此念恩，彼此念付出，
那这个一定合的。彼此心里面都是装对方的不对啊，那这个要合合就不容易了。哦，所以五伦关系啊，怎么越来越好？念恩忘怨。那君臣第三六零第三个就是贵德啊，注重自己的德行，注重自己的修身啊，这个是务本哦。再来为政啊，为政又分好几个纲目，第一个句子最多的就是务本。因为务本呢，本立而道生，修身为本呢，治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啊。哎，修身了，这个家道行了。务本呢，哎，这个团体，这个事业之道啊，行起来了。务本呢，国家领导人，哎，这个国家要兴旺起来了，本立而道生。好，那我读了一个句子，印象特别深。好，这个知为人子啊，才能为人父；知为人臣，才能为人君。之所以是人，才之所以使人。我们能当个好儿子了，才能当个好父亲；当个好臣子了，才能当个好领导。啊，能够侍奉人呢，才比较能够去带人去使，就是能够这个当领导来调度啊，来运作组织。一个人都不是个孝子啊，那他当爸爸要教儿子什么？哦，所以现在学传统文化、学佛啊，都不能出现执着。哦，我们也遇到同修啊，执着要来听课，可是呢，他父母生病了，或者父母呢？现在啊，家里啊发生很重大的事啊，父母很痛苦，情绪很低落。哦，他还执着来上课啊！啊，我都劝他，你到底要学啥？整个传统文化用一个字就是孝字啊！你看，执着要来听课。出现执着了，自己看什么事啊，就忘了本了。百善孝为先啊，而往往啊，我们也有同仁啊，尽心尽力啊，照顾生病的父母，最后把父母送得非常好啊，整个人提升了很多。其实啊，不是听很多课啊，这个就能学得好啊。你听了不去做啊，不力行但学文呢、啊，便长浮华，成何人呢、啊？哦，夏莲老也说了：“说得千里，不如行得一步啊。”我们听了很多，我们也教了很多，可是我们可能一句都没有落实啊。哦，有一本书啊，叫《茅棚杂记》啊，这是台湾一位高僧圆音法师啊，他成就很高啊，他在官房里面呢、啊，用毛笔写下来的心得啊，这些教诲啊，我们也从他的杂记里面呢、啊，看到
他依法不依人，举的都是佛经里面的教诲，而且他身战身，啊，这些高深的语录他都写下来，甚至什么居士，哇，我看他里面写到李炳南老居士说什么，黄念祖老居士说什么，他是出家人哦，你看他礼敬恭敬这些在家的居士，你看这真正懂得佛陀啊当时候的表演啊，哦，你看当时候有维摩诘居士啊，哦，佛陀派了文殊菩萨，呵呵，派了这些大弟子啊，这个去拜见这个维摩诘居士啊，哎，见到维摩诘居士顶礼三拜，又绕三匝，在家佛啊，呵呵，哎哎，这些表法我们都要看懂哦，要平等恭敬哦，不能高下见哦。练出真心，就是在一切境界人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哦。哦，那这个啊，它里面也提到了啊，千日闻教，一千天都在听听经闻法，不如一日修道，哎，这个都在提醒我们，你不能偏一边了，啊，就越学越偏了，啊，千日闻教不如一日修道啊，哎，我们检查检查，好，我们听老和尚那么多教诲啊，我们遇到境界的时候，比方我们今天想一想，我们今天有没有生烦恼，我们这几天有没有生烦恼，而我在生烦恼的时候有没有一句老和尚的教诲起来了，假如没有，那我现在得练哦，一日修道啊，哎，我今天把老和尚的哪一句从早到晚贯彻一下，好，我推荐大家一句，处逆境随恶缘，无惩慧业障尽消，随顺境处善缘，无贪痴福慧全现。哇，这一句提起来，哦，不止没有烦恼，每天遇的每一个境界都在业障消除，都在福慧增长，哇，你说这一天的日子多好过啊，哦，那就慢慢就尝到老和尚说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了，哦，就好像啊，我们上一节课啊，跟大家一起学习啊，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们上一次讲的三十页，啊，三十页啊，你看真宫寺的老僧啊，曰，啊，凡人妄想不一啊，妄想很多种啊，啊，或者追忆数十年前荣辱恩仇，悲欢离合，啊，及种种闲情。哎呀，我曾经到哪里玩，好好玩哦！常常在那里想，所以要寓教于乐啊，不能只贪好玩，从中得到慧命的提升。哦，这个是过去妄想，哦，或事到眼前呢，可以顺应，却乃畏首畏尾，犹豫不决。担忧害怕，哎，大学说了，身有所恐惧不得其正，有所忧患不得其正，我们面对当前不要有忧患恐惧，那便现在烦恼了，哦，
当前只要提醒自己，我有依经典思维，经典去讲话做事就好了嘛。不难啊，只要心里面呢有儒家佛家修学的纲领，不难啊。儒家八德，我现在思维跟一言一行跟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的存心相不相应啊？佛家我跟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不相应，跟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相不相应？不难啊，是我们有没有这一个态度。我不能用习气做事，我得用理智。经典的教诲就是理智，就是真心啊。经典是佛真心流出来的，照着做就是随顺我们真心在办事了。或者日后富贵荣华子孙发达啊，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这常常在那里想啊，患得患失的，这个都是未来妄想。那我们上一次最后谈到了这个，其实啊，烦恼就大分这三种了。所以《金刚经》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那我们想一想，我们这一个礼拜啊，诸位忍者，我们一个礼拜见一次啊。不过我们下个礼拜见不了了啊。下礼拜有这个老和尚圆寂两周年纪念会那这三天我们都可以一起参与学习假如家里面不方便呢，也可以在线上一起学习那我们停课一次那我们上个礼拜谈了这个，那我们检查一下，我们解行相应，不然我们会学偏掉了。博学于文是解，约之以理是行，亦可以服判以服，判就是偏。我也看到啊，我们同修。修学比较久了，一谈起佛法，哇，那都停不下来了。这个博学于文呢，听老上讲经啊，听不少哦。可是夫妻关系都处不好，那没有约之以理了，没有落在伦常上啊，学偏了。其实啊，最近的人都感动不了。最近的人的心都安不了，能安更远的人吗？我们都体恤不到父母在担忧我们什么，我们能够去安别人的心吗？所以儒家这个次第不能忽略这也是学不劣等不能跳级跳级有时候不扎实听说这个跳级生跳，后来虽然学历很高啊，跟人相处啊都有点困难，只看到了他知识的能力啊，忽略了做人了。所以，我们解行要相应。那我们这个礼拜有没有用上？有没有对念头一起过去烦恼、现在烦恼、未来烦恼，马上能警觉到，赶快阿弥陀佛提起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倒数第二行啊，
倒数第三行，你看三种妄想，或生或灭、啊。你看这个生灭的速度很快啊，我们的妄念也是很快啊，相续不断的、啊，这个是幻心啊，虚妄啊的心呢、啊。啊，我们照见了他的妄，随念斩断，不让妄心相续，这个是决心。所以不换念起，只换觉起。哎，我们这个看到自己妄心、烦恼心，那个警觉性有没有更高了？哎，这个时候师父领进门哦，啊，这个汇编聚集了那么多智士仁人，把这些教诲留下来，啊，修行靠个人了，就要看我们愿不愿意去下功夫了。哦，好，哦，这而且心要若同太虚啊。我们说心包太虚，量周杀戒。任何人我们都容得下，就不会见过啊，就不会生烦恼了。哦，好。那刚刚跟大家提的啊，哎，我先当好儿子，才能当好父亲啊；当好的臣子啊，才能当好的领导。好啊，我读到这句的时候啊，突然心里面加了一句啊：之所以知为人学生呢，才能为人老师。我是一个好学生，我才能教学生怎么当好学生。好，哎，那我们问问自己啊，我们每天有没有把熏习老和尚的教诲啊，放在第一位，放在重要的位置？哎，有没有在想着每天呢落实他老人家的教诲啊？那我就在悟本了，我在当好学生。那怎么当好学生的心境，我就可以跟学生侃侃而谈哦。假如我自己不是一个好学生呢，我是拿着当好学生的道理在要求学生哦，我就不是侃侃而谈哦，大家去感受感受啊，那个侃侃而谈的磁场啊，跟拿着道理自己没做去要求学生的磁场会一样吗？你侃侃而谈的时候啊，有时候真情流露啊，流眼泪啊，哇，我看这个学生终身难忘，哎呀，老师怎么对老师这么尊重？哎。好，那啊，惭愧啊，这个承德啊，也是当学生啊，不合格哦，所以最近啊，也重视要多听老汉教诲啊，啊，刚好呢，啊，有同修啊，将老和尚2012年刻注啊，挑精华。那分量就没有那么大了，哦，不然1200个小时哦，哇，哦，这个我们现在10天可能没有太多哈，哦，因为有家庭啊，又有工作啊的责任啊，哦，哎，但这个挑精华很用心挑啊，哎，有时候你听个5分钟就是一段话，啊，哦，都觉得哎，好像具体就指导到我当前的情况了。很灵哦，我们有学习的心哦，你一打开就哎呦，怎么刚好讲我现在的状况啊，屡试不爽哦，这个都有加持哦，有感应的啊啊，这个特别难得哦啊，比方说跟大家啊交流
两三段，比方啊，师长说了，真心妄心呢，怎么区别？这一句重不重要？关键了，我们念头对了，我们处理的事就往好的方向发展了。我们用妄心，它就往不好的方向发展了。啊，真心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用真心。哦，我们要往这个方向去下功夫了，哎，越来越放下。啊，妄想分别执着。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是妄心。那这才真正明白了，佛为什么教我们远离分别执着，远离起心动念，是为了教我们回归自性的。我们把这个放下了，就回归自性了。啊，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嘛。啊，你看回归自性啊，我们入佛门第一件事啊，三皈依啊，就是让我们皈依觉正境啊，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啊。哦，那这个一切境界。会修行就是六根接触六尘，能看到哎自己的分别执着，然后赶快把它放下。所以我们不远离呀，回不去呀，要远离妄想分别执着啊。哎，从哪里远离呢？要从哪里远离？就从现前境界远离啊！现在环境不好，我去找个地方修行，有没有用啊？没有用。你找到的那个地点呢，它还是一个境界。你喜欢那里清净，哇！那个清净啊，就是你的障碍。你贪清净，贪清净，那个贪也是烦恼。哦，所以啊，人要安住当下，尽本分啊。一挑境界，那个挑的念头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啊。所以佛是叫我们离妄想分别执着，没有叫我们离顺境逆境善缘恶缘哦，没有。这一句就包含一切境界了，顺境逆境善缘恶缘，我们是在一切境界里面离妄想分别执着，不是离这个境界哦。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不执着，都不分别，都不起心动念，这是佛教给我们的。所以真正修行人要不要选择环境？不需要。一般初学的人呢，需要。以前那个初学就比较清净的地方。那现在其实我们就安住在本分当中，所以为什么印光祖师特别要强调敦伦敬分呢？所以这一段呢，提醒我们修学的重点。是在我们的心上，跟境界没有关系。会修的人在境界里面提升了。另外一段，我们是随顺自己的烦恼啊，
我们不是随顺众生了，那这样我们就跟普贤行不够相应了。好，唯有不随顺自己烦恼的人呢，才可以随顺众生啊。诸位仁者，修普贤行重不重要啊？我们要去极乐世界哦，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哦，啊，那个频道要接上哦。我们随顺自己烦恼了，我们就随顺不了众生了。哦，所以就是把自己的烦恼习气放下，那个时候才是恒顺众生。啊，恒顺众生是修行。为什么？顺着众生，然后自己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哦，那能做到这样啊？啊，要跟众生啊和光同尘，你才能修成功。你离开众生怎么修？所以六祖大师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啊。”哎，这个众生脾气很不好，很难相处。那你跟他相处修什么？修忍辱波罗蜜啊，看你能不能忍受啊。哦，到什么都能忍受了，这个人很好相处了。对呀，你都能忍受了，当然就能相处咯。为什么你会觉得不好相处呢？是因为啊，随顺了自己的习气。哦，哦，而且呢，啊，自己有习气的时候啊，自己的习气啊，就跟对方在对抗。所以不能随顺啊，喜欢别人随顺自己啊，自己不能随顺别人啊。啊，我们自己真是刚强难化，其实很可能是我们自己刚强难化。哦，所以我们今天跟人家相处啊，不能相处啊，是我们有习气啊，跟对方习气在对抗了，一个巴掌拍不响啊，半斤八两啊，啊，我们的习气在跟对方习气对抗，我们还有资格能讲对方的习气，讲对方的错吗？那就不好意思啦。哦，我们没有习气啊，才有资格讲别人啊。哦，好，哦，那刚好这个啊，哦，有同修啊，哦，感觉呢也都是很发心啊，愿意啊来这个利益众生啊，像有一个同修啊，他说呢，啊，他在一个很大很大企业家的单位工作，哦，他很想把老人家这些理念教诲啊，介绍给啊他的老板，哦，他福报大嘛。哎，好像用了很多方法啊，都还没有成功。哦，那请问这样是不是算执着呢？你一直放在心上很着急，就是执着了啊。那请问呢，啊，你今天要把好东西推荐给别人哦，那你很急的时候，你觉得效果好不好？我们要把这件事做好啊，本在哪？
本在自己的心，那一件事之依报随着我的心转。所以希望去成就事很好，但是不要着急，要知所先后，先在哪，正己才能化人啊。今天你去把老和尚的教诲理念要介绍，人家边听边想，你说老和尚很好，你跟他学这么久，哎，怎么跟他教的都不一样啊？那你说他会认同多少啊？啊，君子信而后见，他相信你了，你才好劝他，才好把好东西介绍给他。为人演说，为什么演在前面，说在后面？我感觉我们现在都太着急啊，没有从自己，没有从根本上下手。那缘还没成熟，我这个心是定的。我多念佛给他回向，以我的功德给他回向，因为啊，这个缘里面都有无形的业力啊。所以黄念祖老居士讲的那个话，我们要能学到，而且能马上用。黄老说了，他推荐一些亲戚朋友要去见这个王上师，结果呢都约好了，每一次到那一天呢就出情况。后来呢，他总结经验教训啊，我们要常常总结经验教训的，这个是对事的态度不能同样的问题重复发生。所以群书之要提醒我们，经一事，长一智，这才是学佛的态度。佛是觉悟，你让同样的问题一再发生了，那我们便打迷糊仗了，不是觉了。不觉，同样的问题在未来一定还会再出现。我们遇到一个做这个有机的很好的事业啊，可是大家注意哦，你要把好事业做成了，也是修身为本哦，也是要家庭和乐哦。你家里面你做好事，结果你强势，搞到夫妻都离婚了，你说财运会聚到你这里来吗？所以这个企业家哇，一做好事强势了，哇，家里负债1000多万，把第一个太太吓跑了。后来又娶一个，性格都没改，又吓到第二个太太。你看，你一次经验都没有汲取教训的。我们要了解，我们懂得道理啊，是用中恕之道去受持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啊。你等于是这个道理，我做的是好事哦，你都要支持我，不能用要求的，是你做到感动对方，感动另一半来支持你。为什么老和尚说要放下控制要求的念头？都是心地功夫啊。我们一做要做好事啊，都是激动，心里没有佛法，没有智慧，没有理智，凭激动能把事做成啊？孟子说的，其敬锐者，敬得非常快速，其敬锐者锐利的锐啊，其退速，
你用机动冲得很快啊，最后不如你意了，也会很灰心嘛，退得很快的，因为是用机动做的嘛。哦，所以这个学佛啊，这个觉啊，要展现在做事上啊，事事求实啊，要实事求是啊，啊，不能道理讲一堆，处理事荒腔走板啊，这样人家不会爱要佛法啊。哦，那这个刚刚讲到啊，黄念老人家总结经验了，哦，哎，要推荐一个朋友来亲近王上师，因为他要出世，也要出世的福报啊，啊，哎，就练金刚百字明，哎，后来就很顺利啊，都能见到，都能亲近到王上师了，啊，当然大家听了之后不要今天都去找金刚百字明哦，啊，就又给我听偏了啊，我们已经知道万德洪明了哦，我们就好好啊念108句佛啊，好，还是念多少佛，诚心的念啊，来回向啊，你干着急跟真心去念佛回向啊，那效果不一样了啊，再来，你今天要让他对老和尚这些教诲理念啊认可，你要关心他现在的家庭、现在的事业，面对什么样的情况，而你却能够用老和尚的教诲去帮他解决。哇，他一看，哇，你老师教的这些管用啊！他就生欢喜了，哎，好，所以我们说说法要气理气机呀，哎，得要气他的机呀，他的需要啊，先以欲勾牵呢，啊，哎，欲就是他的需要在哪，啊，不然现在人时间宝贵呀，他眼前最烦恼的问题都得不到解决。你让他静下心来，哦，去学佛啊，不是很容易的。哦，所以我们关心呢，能理解到他家庭、身心、事业当中的瓶颈、问题，哎，能够用老和尚这些经教护念他，他受用了，他就认可。哦，那也听到这个同修啊，哦，比方说发心啊，啊，要做养老院呢，啊，这个都很难得。你护这些有缘的老人最后一刻，哦，或者是病重者最后一刻啊，这对他的生命是最关键的，所以这个事是非常有意义啊。老和尚也提倡。啊，这个弥陀村啊，安养院啊，还要孝子贤孙的心来做啊，而且做好了又是另外一个挑战哦。做得好，人家赞叹哦，哎，赞叹呢，心里起来，哎，我做得那么好，我是 number one， 我做得最好。哎，你做好事哦，这个过程。好多挑战哦，八风都会吹哦。啊，我们也听说哦，这养老院开始办得不错，但米不有出啊，显客有终哦，都有好的开始哦，可是心不能染着。哇，都觉得你看我送那么多人往生了，哇，自己对我的做法最好的。我听说有个这个安养院呢，晚上灯都不关，啊，这个
做法一执着了，一直成病了。你让这些亡者啊，他又不是今天一定往生了，你灯都不关了，让他睡不好啊，他的体力耗得太厉害，他临终更不能做主了。哦，我感觉人随时做得好又是一个挑战。哦，那个黄念老师进一退九啊，你进一步的时候退九步的危险就出现了。都要时时啊，能替对方着想，甚至于时时啊，能听底下人的意见提醒。哦，好，那发了这个心呢，诸佛菩萨都知道，因为我们一个念头啊，变虚空法界。啊，你不能。啊，缘不具足啊，你硬要干，啊，发了心了，就像老和尚发了心了，哎，他很好的提升自己，因为悟本了，修身为本了，提升自己哦。哎，最后呢，没有多久，啊，老和尚33岁，哎，人家2个月9次请他出家。这是佛菩萨的事业，不是我们能做的。我们发了心，自己提升到可以承担的时候，那个缘自然来，你推都推不掉。这一点我们要观察老和尚哦。我们有时候哇，发心很激动了，急着要去做事，忽略了本是什么了。修身是本啊，齐家是本啊。哦，而且今天你要办一个安养院呢，啊？你要做护法呢？护法首先护谁啊？护自己哦。哎，我自己别的不谈，我脾气有没有调伏了？啊，不然你怎么去管理一个团队啊？再来，你要护，请问我们懂佛法吗？因为你的团体一定是用佛法来修六合敬啊，再来你这个安养院啊，哎，老人临终这些，你有没有深入了？啊，印光祖师有很多这些开示啊，老和尚也很多这些开示啊，你要先把这些德行啊，这些佛法要积累上来。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呀，啊！不怕没有位置去为众生服务，你要想着真给你这个机会了，你准备好没有啊？可以有这些能力去做了。哦，好，哦，这个哦，包含我们自己。你要带团队了，哎，那你自己家庭现在和睦不和睦啊？你近处不能感动，未有人及缘者，啊，你要带一个团体啊，你要能凝聚人心、人和。这个假如自己现在家庭。啊，比方说，你父母啊、岳父岳母啊，都在为你操心，甚至也跟你的心结都没解开，你都安不了他们的心，你怎么去安众生的心？啊，我不能急着做事啊！哦，再来，好好修自己了，真的佛菩萨会安排。啊，承德，当时候，啊，也是刚好佛菩萨慈悲加持啊，有机会去代课啊，后来才知道教书重要啊，所以大家的善根都比我厚啊，我不是主动去教书的，
你们是主动来教书的哦。哦，那后来啊，教了2年多的书啊，才积累了一些心得啊，去海口跟大家分享啊。我假如没有尽到我的本分，我怎么去接这些跟大众的缘呢？而且这个也不是刻意去找的，哦，而再来啊，我们在面对事情的时候啊，这个弘一大师截取的这个格言别录啊，很精彩，哦，我们做好事啊，要度德量力，审视责人，啊，要衡量自己的德行，哦，还有量力而为，不要打肿脸充胖子，哦，你看你虽然是做好事，你负债1000多万，这个家里的人压力多大啊，哦，而且呢要循序渐进，不要操之过急，哦，还有审视外在的形势，国家的这些相关法令政策，你都可以顺势而为，哦，还有责人，你也要用对人呢，你要等志同道合的人聚过来了，你再去做，不要着急，哦，而且做的时候啊，不能习气现前了，哦，好面子，你就打肿脸充胖子了。啊，这个时代啊，要做扎实，不要求做大。印光祖师说，常住不要超过20个人，这个话70-80年前讲的啊。而我们看弘明学校，哦，他们一开始哦，也是。一些骨干哦，先过来共学哦，他们不是先做事哦，没有先办学哦，是骨干先共学，大家见解相同了，哎，开始办幼儿园，哦，办了幼儿园，哎，他们的孩子长大要上小学了，哎，办小学啊，办小学，他们的孩子又要上初中了啊，哎，再办初中。他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先建立共识，建和同解，这是六合敬啊最核心的一环啊。承德个人观察，我们现在经营团队啊，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我们的团队哪一个部门呢，都落实老和尚的经教。都可以供养来参观的人啊，虽然不大，哎，可是有真东西呀，可以供养别人。假如组织大了，你做的都不扎实啊，人家来检查的时候，可能我们还得装个样子给人家看呢，那人家也学不到真东西。哦，好。啊，现在做好事啊，确实是不容易啊。哦，那我们上一次啊，跟大家先看到了总纲啊，前面4句啊，感应之理跟报应之事啊，这科注啊，这科会啊，太上感应篇科会。感应之理是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啊，祸福啊没有一定的门路啊，就是因为人的善恶念啊自己感召来的啊。那我们看到31页
啊，来看一个公案啊。宋魏忠达啊，这个初为管职，哦，他被设置啊，以治民啊，他一开始当官了啊，那官职是啊，当官啊，管职啊，这个官位啊，然后他的神事啊被抓到这个民间阴间了啊，然后审核他阴间的善恶恶路哦，所以我们行善行恶、啊、都记在这个阴间的哦。结果呢，他记录恶的啊、哦、这个本质啊，哦，居然呢哦几乎啊快要装满呢整个庭院了。然后他善的记录啊，只有一个小卷轴。哦，那一看到这个情境啊，哦，这个阴间的官员呢、啊、就不高兴了，怎么造恶那么多啊？啊、哦，哎，结果说拿秤来秤呢、啊，啊、哦，就善恶都放各放一边了，结果这小卷轴啊，反而比较重。整个庭院的恶路啊反而轻了、哦、哎，这个官员看了、啊、还可以、哦、啊，好，那你可以回去了啊。这个魏忠达主动问了一个问题了啊，我还没到40岁啊，怎么会有这么多恶的记载呢？啊，官员说一念不正，鬼神无不诛，知及疏之，不待为也。只要起念头不对啊，就记下去了，不一定要等有言行。哇，这个小卓中啊，到底是什么事啊？那这个官员说了，朝廷曾经大兴工程啊，修330桥，你呢尽力劝谏皇帝了。这个就是你劝谏的文稿。那魏忠达说，我谏了，可是皇帝没有听啊，怎么善的力量可以那么大呢？官员说了，因为你是这一份心啊非常真切为百姓想啊，所以这样的行为可以驯化世间了、啊、假如皇帝听了，那你这个功德更大了、哦、好、哦、但是呢奈何啊、哦、你假如以 这样的心来存世就好了，可是你的恶念太多了、啊、你的善呢都被减半了、哦、所以啊你不可能当宰相，这个大败是宰相了、哦、所以其实他命中是要拜宰相的、哦、结果后来果然呢官呢指到了吏部尚书了、哦、所以后面、哦、这其实这个汇编很精彩的，往往在编者啊他对这些故事的一些评论啊很有见地啊，呜呼啊，仲达之恶只是空有其念了，上损坐相之幸福，宰相做不成了。仲达之善，空有其言，他只是劝谏而已了，还没做呢，就可以压银亭之恶路啊。况且，假如是说他实际去做善做恶，那产生的影响力就更大了。哦，所以可见呢、啊。一个念头起处啊，就是祸福之门啊、哦、念头就是、啊、
感召祸福了。好，好，那后面呢，讲到了了凡先生的例子。哦，我们看后来他改变了命运呢、啊。哦，那他改变了也是他自己感召来的喽。哦，而且他也是很努力哦。啊，他三千善事做了两次哦，最后是一万善事哦。啊，当然一开始做三千善的时候做了多少年？十年哦。所以也要慢慢慢慢，善力越来越强，习性慢慢调伏下来。哦，时而勉强啊，一开始还是要转变自己本来的习惯呢，会有点勉强，终则泰然，越做越自然了。而承德感觉这个感召福报的关键呢，还是在自己呢，能自我反省，自我改过。你反省到了才知道要改啊。现在问题是看不到自己的心念，哦哦，那这个37页哦，感觉啊，哎，这个是教育的智慧啊。我们看云谷禅师啊，知道了他命运都被算定之后啊，你看这个启发式的教学啊，开而复达，开就是启发，没有用灌输的。问了他一句：“你自己汝自揣因得科第否？因生子否？”结果予以追醒良久，我反省了很久的时间呢。其实我们想一想，我们有没有曾经追醒良久过啊？啊，有没有沉下心来检讨检讨走过的路啊？啊，啊，这两句问话，我们再延伸开来，汝自揣因往生西方佛啊？哦，我有没有越清净啊？我有没有普贤行啊？这个自己要自我勘验检查哦。结果你看他自己说出来不应也。成年人你说他不对啊，他也不高兴啊，他自己讲出来。啊，哎，科第中人类有福相，看起来就是有福的人，于福薄，本身自己福就薄，又不能积功累恨以积后福，自己没有积极去行善，兼不耐烦聚，不是很耐烦，又不能容忍。你不耐烦聚，功德烧掉了，常常发脾气啊，不能容忍，量小福就小，量大福才大。时或以才智盖人，自己才华小聪明又高啊，会压别人。直心直醒就是言语太冲了啊，轻言妄谈了，造口业了，此皆薄福之相也啊。那怎么能考得上功名呢？岂宜科第哉啊。好，地之晦者多生物啊，水之清者常无鱼啊，又是比喻了啊。哎，自己啊有洁癖啊，啊，这跟这个大地呀、啊，啊，这个生养万物之心相违背了，啊，和气能御万物啊，于好怒啊，喜欢发怒啊，爱为生生之本，忍为不欲之根呢、啊，这残忍，啊，跟好生之德相违背了。哦，然后又精习明节，不能舍己救人呢、啊，啊，又多言好气，喜欢喝酒啊，啊，伤身又好彻夜常坐，都没有保元一神，
这个是造成他没有孩子的原因了。所以为什么没福，为什么没子嗣，他把原因找到了。所以改习为立命之机啊，改掉坏习性啊，才能改命啊。所以这个我们一改习气了，就能转祸为福啊，就能得到感召来福报了。好，这个今天时间到了，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